次的父母恩重难包经经藏的演绎，我们也有邀请家长一起来参与。那在邀请的同时，家长也很愿意的配合，真的是很感恩他们。那他们呢，一共有十位家长一起跟孩子们一起录经章，这个是让我十分的感动的。彩排排练的时候，家长们也很合作，就尽量播出他们宝贵的时间来一起讨论这个戏曲的剧情。我们这一次排练的是戏曲哟。那在起初在讨论的时候，就不知道是要演默契还是手语。那到最后经过家长跟家长一起讨论了过后呢，就是一部分上半部是演默契，那下半部呢就是演手语，跟孩子一起参与哈，一起手语。然后在排练的时候呢，家长也有给了很多的剧情啊，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啊，自己有遇到的情况啊。那经过了讨论过后，家长都同意说，就是应对演应对的方式，就是一幕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妈妈怎样的去照顾他们，那另外一幕呢就是呈现当妈妈老的时候，孩子又怎样的去孝顺他们，去照顾他们。在进出场的方面，因为默剧的进出场和手语的进出场又不一样，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挑小朋友，小朋友呢也是很棒，就是手语的左边跟右边挑去右边，那他也慢慢可以接受。那有家长也跟我分享说，哦，那个手语回去啊，我不会比啊，那我的孩子叫我比，哦，这个也是很值得高兴的，因为小朋友也对这首歌十分的有兴趣，然后也很用心的去演绎好这一首歌。